其实这个作品呢，讨论的是我一直以来很关心的，就是在全球就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一个整个一个中国的社会现实，以及和一个在全球背景下的一个社会的现实。它这里面呢，包含的就是来自于国际，就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这些所有的包含的问题，这是我关注的。那么一直以来呢，我对，全球背景下的这种中国的城市化和这种现代化的这种问题的关注，那么这些问题呢，其实是包含了整个一个在全球经济的背景下的，所以它可以说是一个国际的政治和经济的一些问题。所以说这个作品呢，我主要是从那个，就是从货币的这个角度来去表达。那么我在这个作品中呢，我更多的运用的是主要的两个，形象，一个是人民币，一个是美元。而这两个形象呢，它其实是从表面上看是两种货币之间的一些问题，但它这里面是其实包含了整个在中国的一个整个的经济的发展，是在一个全球的经济的背景下所发生的所有的问题。那么在美元和人民币之间的这种汇率之间这种波动啊，和它之间的这种相当于是一种货币战争的这么一种现象呢，它其实是在整个一个全球经济的背景下发生的。所以说这里面的现实呢，它所欲包含的所有的概念里面，包含的意识形态的、政治的、经济的，以及军事的等等等等很多很多的问题在里面。所以说这个是我感兴趣的，也是我做这个作品的一个想法。这个作品总共我们就是从就是单单制作本身，我们花了2个月，大概有30个学生在帮我在一起来共同来去制作它吧。我们花了2个月的时间，大概，就具体的数字大概在10万左右吧，因为很多小鸟蛋特别小，所以它的数量特别特别大。那么包括有鸡蛋呐、鸭蛋，还有一些就是其他的一些就是那种很小的那种蛋叫鹌鹑蛋，这些它的数量是特别特别的庞大。而且在中间呢也很容易碎，在制作的过程中就很容易碎，所以包括破碎的和用在实际的这个作品上的，应该在10多万。在选择这个材料本身呢，它的意义就在于鸡蛋这个本身，它其实是一个新的生命的一个载体，它同时因为生命是代表着希望，也代表着成长，也代表着发展啊，什么变化等等。但是呢，由于鸡蛋，我们都知道鸡蛋是非常容易脆的，容易破碎，尤其在中国的那个有一句成语叫做“危如累卵”，就是危险就像用鸡蛋来垒的东西。那么我用了这些漂亮的鸡蛋，和非常脆弱的鸡蛋，然后呢又是有生命和成长的这种象征的这种鸡蛋来去做这么一个图像，它也就是包含了这么一个就是说成长和易碎和破坏等等这种矛盾的这种关系在里面。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既然是危如累卵，那我都已经垒成这样，那它破是很正常的。所以每一次的损坏，它其实也就是让这个作品增加了更多的意义。所以说每次展览，这个作品又经过很多的修补。那么在第二次的展览的时候呢，它的修补又增加过第一次，那么第三次又增加了。所以说当我们过很多次的展览以后，我们再来看这个作品的话，我们发现它经过了很多次的修补。那这样的话，不就应验了"危如累卵"的这句话吗？所以也应验了，就是说我们在整个的过程中，它是在不断的发生变化的，所以这才让它变得有意义。如果它一成不变，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好玩了。因为我的生长在海南岛，海南岛是一个在南中国非常漂亮的一个海岛，在那个海岛的生活人都非常的富于幻想，而且有一种很乌托邦的那种特质，就像我一样，从小就很沉迷在那种非常就是有点像不切实际的这种幻想里面。那么呢，在经历了就是从80年代开始的这种中国的改革和开放，而且海南岛作为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这么一种变化，我从小一直到我大学毕业，我又回到海南岛，
然后一直在海南岛工作了二十多年的这么一个经历，我看到了海南岛从一个非常非常普通，而且是落后的，但是又非常漂亮、很原生态的一个岛，然后变成了一个在整个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实验地。那这个过程中呢，就经历了很多一个城市化的过程的发展，它的发展，然后呢，中间又有了很多像泡沫经济这种问题的出现，所以在这里面是使得我获得了很多很多的这种亲身的感觉。那这些感觉其实就影响到我对这种问题的思考啊，以及我的一种选择、一种方向和我的个人的一种感受，所以我把这些东西都放在了我的许多作品里面。因为作为艺术家来说，我们最大的期待就是自己不断的去创作新的作品。我相信许多人都在认真的去面对自己的工作和自己的生活的话，每个人都是非常本能的去思考自己的东西和去从事自己的工作。我相信我们还会出现越来越多的这种新的更有意义的一些作品。我觉得这样的话呢，我们的整个的当代艺术会不断地朝着一个非常良性的方面去发展。所以说，最终的一点就是，我们一直还在回到我们去制作我们真正感兴趣的东西，这是最重要的。当代馆呢，我这次是第二次在当代馆展览。那么我最早来的时候是在05年的时候来过当代馆。那么我当时感觉当代馆特别的有一种非常非常就是说很年轻的感觉，就它的展览的倾向以及它所出的那个文宣的资料啊等等，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时尚，而且他所关注的东西里面呢，都显得就是非常的直接，而且很单纯的去面向非常新的一个整个一个世界的领域，而且我认为是所有的领域它都包含了一个最新的这种方面里面，它不像有的美术馆还包含了一些很多传统的东西，但它没有，我觉得它非常的年轻的一个东西，就感觉特别有活力，所以我觉得在当代馆是做展览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所以我也很高兴能够在当代馆第二次展我的作品，这样的话让我也觉得我们这些来自于大陆的艺术家都觉得这作品在这里面非常的融洽，都感觉非常的有意思。